现在明军就是采取守势，我要逼他们。你去把那个小皇上的头给砍了，明天挑在杆子上。他虽然不是皇上了，可他还姓朱，这些军队不出来报复就说不过去了。只要双方打上，我看谁也走不了。去吧。大哥，你确定让我去？不是你是谁？好，去就去。过去你是大明天子的时候，咱把脑袋磕烂了也不敢抬头看你一眼。现如今你落难了，皇上的位置也丢了，我想着放你走，可我哥他不同意。你知道吗？这一辈子我最听我哥的话。我这么说你明白吗？我大哥说，明天你的人头必须出现在营门上，懂吗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你个疯子！哎哎哎，你干嘛？你。